间9分11秒。现场完成难度14个，难度动作2分。再给我们新北市台湾舞蹈舞团掌声鼓励。整个一个茄子颜色非常的漂亮，是掌声鼓励一下，非常的棒，太棒了。现在我们评审呢准备要来亮分数哦，那这个时候呢我想咱在座所有观众朋友一定就紧张的哦。那其实呢我们今年哦真的非常非常的谨慎，评分标准很谨慎，又是有工作人员会把所有7位裁判的评分表现送到我们裁判长这里来，还要再统计到底扣分的情况如何，再审一遍，所以呢还要再讨论一下。今年真的是很严谨，对，非常的严谨哦。对，但是呢我本来想说，我本来想说要讲一寡其他的话，但是呢一直看到有人用这个录影机跟闪光灯，我们很担心这么可爱的狮子不能够受到伤害，对不对？谢谢大家。好。